私立大华小学的师生为了响应中国国民党冬令救济联合服务，全校的师生今天上午捐助了15,178元五角的十米带巾和御寒的衣服5000多件，给松山区30里60岁的一级贫户115户。大华小学师生们这种人机己机共有共享的精神获得了社会人士的一致赞誉。